大家一起通过这个新的系统、新的工具去搭建一个全新的 CF。 那说起来很抽象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给大家看视频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大屏幕，看大屏幕中的视频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就像视频中演示的这样，利用这个地图编辑器呢，我们每一个玩家都可以搭建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。你可以去还原一张 CF 当中已经有。